これを機にジェノスちゃんと仲良くなりたい。よほどの一大事なのか、ほとんどが出席している。干你啊鸡巴，老子疯狗的外号他妈的十岁就有了，我还有救。 Death is like the wind, always by my side。发展是什么？罗杰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了，什么都懒得弄，懒得弄。然后，拉面有没有研究？有啊，发展你怎么看？听完之后就去跟妹子大谈，要不然就是问聊天室，这个聊天室最近有什么芯片啊？哦，国王排名哦，然后开始跟妹子大谈。喂，又来一个垃圾，怎样啊？现在过来就直接骂人是不是？干嘛针对我？反正我跟你讲，你跟肖正明。只要有一天能转污点证人搞死你们两个，我毫不犹豫啊！我问你啊，你大哥现在成为汤爸爸了，你怎么说？真是糖尿人，自己要注意。还都不敢一起去健康检查？可以啊，不是你没有去吗？我是不至于当糖尿人。不是，我是说你有去吗？你有去他那个 Twitch 吗？没有啊，你也没有，我是没得去啊。而且鬼中你才需要去健检，好不好？干你那个肺早就破洞了。对，感觉鬼中你那个暴头七星抽的那样。但我不得不说，你跟发仔应该是离谱至极啊，烟不离手，健检啊，肺正常，肺这种东西，要么就是正常，要么就是直接破掉，哪有他妈，哪有他慢慢恶化的，那肺癌都直接在录像就捡到这样，就很像抽到 SSR， 你懂吗？至少今天报告出来都正常。我还是老话一句啊，抽烟不会得肺啊，会得就是会得，尽量抽。那些得肺癌都是他们衰啊，肺癌哪有那么好得啊，骗你啊。你说就跟刚哥那个时光一样，刚哥你能在哪？在烟里面。我抽烟你会得肺癌的话，刚哥早得三个了，靠腰嘞。不管怎么样，刚哥都顶在前面了。确实，刚哥你不睡觉，刚哥顶在前面。我们抽烟，我们刚哥的肺才是真的顶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如果肺有问题，去吃刚哥的那个有料。干，我不能说刚哥真的是我们人生导师，干整个人领先一条龙。都帮你安排好了。对呗，今天喷人，他直接喷个公司，刚哥就走在前面。不睡觉，刚哥还是走在前面。抽烟，刚哥也是最顶的。你去玩一些有的没的，刚哥也顶在前面嘛。小曹那个时候跟力扬他们一在他们说在越南走，刚哥每一家打招呼都是喊你老婆，每个都是我们刚哥的。有人问你，如果突击让你回去，你回不回去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解编，然后不回去。看情况了，看哪边那个经营起来比较好经营，然后钱比较多。爽你妈的头七啊，贱种！干你啊！以前他妈只开他妈那几个小时，你也啊，他妈在坟墓里开就好了。开、我知道，我回退去，我先那个一部影片先设五美，然后那个屁股一直播，先捞个两三天了。干他妈现在那些就贱种！他妈我那个歌单他妈全部都被拷走。不止啊，干每个都在学你拿娃娃，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就说了，泰山是我发掘的，但他本来在后面躺得好好的，是谁提起泰山这两个字的？我是泰山的他妈的挖掘人啊，还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懒工而已哦。我发现真正有料的人怎么打在那边呢、啊？你以为啊？后面就你那个背后那个野蛮人拿起来看一下那东西，整月正午爽，床上都在躺在一起。你说我后面这个包金娃娃，这种超富二可以剥夺那个，他没有收益啊，他关收益啊。然后你们就会说，那罗杰你也可以不开收益啊？不是啊，罗杰有皇后要养。不是啊，可是如果 YT 不开收益的话，就只能纯粹那个了，就是要靠影片跟那个欧布宝。而且不得不说，其实我是想稍微改一下我那个实况的方式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我刚来 YT 的时候，那个我如果不能开影片的话，刚我发现我看得好无聊。没有，你以为你在这边也只有在讲话，你这边在讲话的人也是抖内在讲。靠背啊，实在靠背哦！他妈的，不能他妈的这样讲一下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打到现在还没一直击啊？昨天打十把四击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在旁边靠枪啊？你就是一群贱种，他妈的就在那边靠背。鬼东台技术台，我是来看鬼东的。鬼东，画面看一下。没关系啊，又在鬼东台技术台。不是，我看那个左上角，他妈的那个十个数字加起来快破八十的，要干嘛啦？没关系啊，就继续这样七七八八之类的，就垃圾啊，好爽哦。干！我才发现你那个上面那个图，那个泰山那个是游戏王那个头是假的啊、哦，那是 P 上去的、哦。干，好有料、哦。
有，你也是真的在后面的，对？不是，我看你头那边一直晃，怎么都不会撞到他。我想说这什么东西，我也要弄一个。右下角那个侦探站在那边躺着。不是你那视讯太小，视讯开大一点啊！你以为真的是来看你打牌的、啊？还是把你的头那个戴上去？我就没看过游戏王输，游戏王那个打牌都是玩命的、欸，如果不是老二切下来，就是头掉下来。这要是玩游戏王，只要死十次哦，脑残。哎，小哥，我们上次不是讲好在这边那个吗？告别蔡英文吗？要告别蔡英文？我不知道啊。反正他在开台，我们就来乱讲话，看他什么时候要去 FB 啊。刚刚大谈来 YT 要靠自己跟观众互动，结果他妈一直不沾，什么都不说，一直吃死妈饼干，继续瞎鸡巴骗狗畜生贱种。不是啊，他妈这边一直没有加到这个圣盾，我是要怎么玩啊？鸡鸡鸡，吟游诗人，呜。哎、欸，吃一个他妈的兔胚！卡拉木球，卡拉木球，乌拉拉，乌拉拉，我是巴龙。兔胚！那是清明吧，我猜。22336688，好吧。你还以为有要陪你死哦？你自己去死吧。没关系，就继续吃屎猫饼干。看到台湾启示录配你的哑巴自闭症跟丑操作来 YT 还是丑操作，现在妈鸡麻都来要跟你大谈了，你还在炉石不沾锅，连女人被弄了还在装死，操你个都倒赞了，闭嘴啦，还不是你们两个垃圾在那边吵傻小啦，为什么讲不沾锅，讲到他妈的这个刚刚直接推荐我不沾锅耶、欸，让你的不锈钢锅及铸铁锅不沾。没人说你不能吃饼干，但是你就坐在那边一直吃一直吃，一句话都不讲。我是来看高手打牌，不是看迟缓而上复健课程。如果吃一把鸡可以吃一遍卡勒木酒的话，明年的包都吃不完。那包明年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应该可以拿来用啦，还有剩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再继续用手拿饼干然后到处摸来摸去都不擦手，你就等着去 FB 慢慢吃。这么凶是怎么样？刚刚走那是米特阿姨是不是啊？你已经算干净了。三个狗畜生和聊天室，微服那个滑鼠，滑鼠你摸去，你手会粘在上面的。干，微服那个滑鼠都是小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样。那时候在练习，那个滑鼠用去，手会粘在滑鼠上，很硬的。借他的电脑用一下，干，拿起来，手拿起来的时候，看滑鼠跟着走了。啊，你健康检查那个，你有去吗？没有啊，没去哦。啊，你看有没有看到我们阿航已经变糖宝宝了？有啊，阿航已经确诊糖尿病了。那怎么办？找他一起运动啊！不是你不是跟肖老师要一起运动了吗？对啊，你也要，你也准备了吧？啊，小哥哎、欸，记得哎、欸，帮你大哥那个阿航解一下糖尿病的那个问题哦、喔。妈，挑一个直接他妈中风给你看。啊，你们那时候不是有去打球吗？那个如果叫做打球的话，那个养老院都在办奥运的，靠腰那叫做打球，不要再开玩笑了。讲话那么臭是怎么样啊，小哥、欸？那、啊、我们打球要找 UZ 吗？当然。我说嘛，对不对？自己人啊，妈鸡啊！叫 UZ 过来会有周杰伦吗？没关系啊，就在那边讲一些鸡巴的东西再凑合。关你屁事啊！不沾锅，闭嘴啊！对啊，我们聊这個，你可以聊吗？还是你要一起聊？可以聊，还是不？都可以聊。我们现在来聊没？那、啊、你现在看什么？在看人家 Apex 开标、喔？没错，上学期就在玩那个 GTA 啊，9.7万人干酒量。WC 的实况分裂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是过动了啊。屁啊，你是过动了，他妈的，刚过动我他妈就不会一直吃饼干的。对啊，他妈过动了之后还吃饼干，假小个劲啊，过动了。你妈脑麻了还差不多过动了，那边乱讲。好啊，骂人是不是？欺负人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好啊，现在网络霸凌啊，输冠线，准备吃船票吧。没有，你要告我，那就是去找阎罗王说，阎罗王当我们的法官，我先走。自闭症第一诊量表等三大特征分别为：一、社交互动障碍，不沾锅；二、沟通障碍，真假确实；三、局限的重复行为、兴趣与活动模式，只会打战场这个白痴游戏，你根本自闭哦。不过是过动而旁边乖乖吃饼干。干，你看起来他妈有够卡、欸。鬼动，处理一下好不好？就叫你别用电脑看 A 片，整天在那边靠枪。我这边讲个实际一点的，叫鬼东开个20万的单子，弄一台更顶的，一定没问题。再有问题就知道要处理的是人，不是电脑。我跟你讲，你并没解决，我组个100万的电脑还是一样。你只有100亿有机会，用100亿干嘛？架个伺服器在你自己家里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益其器啊！开实况他妈的电脑都搞不定，怎么不去要饭？要饭，他妈跟你要啊！他妈的，你家的网路线都泡过温泉是不是？你撵啊！
我帮你骂柯文哲了，社会住宅他妈网路搞成这样，见酒。Good night.